今年的清明连续假期有四天，到时啊，等于陪伴甲出去佚佗的人可能真多。代替今日宣布讲，到时会加开151班加班车。清明连续假期的车票拍算3月初是晚点开始卖。代替位置4月初到4月初了专线会来加开各种列车151班，其中这西部干线有29班。东部干线有106班，我们来设出复兴号，这个、台北基隆100块，这个、台北到花莲200块优惠，另外还有这半暝啊，这个啊车班，要来加强运输旅客清明连续假期这段时间，就先暂时无卖亲子车厢的车票。代替讲，为这三月初四晚点开始，到时开放网络啊，定位语音这部分来订票。